就是三号、四号。金旭房、林梦明。Thank you.
应用水。接下来我们马上进行的是我们的赞助商的颁奖，令到我们的赞助商的人员请上台。首先邀请我们的大会主席周君荣颁发我们赞助掌商的感谢状。首先邀请的是水城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叶长全董事长请上台。台湾盛联股份有限公司陈丰玉副理请上台。台湾田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方俊董事长。台湾天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吴森森董事长。埔里品泉食品厂吴新木厂长。台湾观光旅游联盟总会总会长吴敏女士请上台。辉毅玉立器材股份有限公司王进成董事长请上台。钢州特殊钢有限公司周文忠董事长请上台。众裕钢铁有限公司孙天文董事长请上台。盛兴企业商行负责人林月珠女士请上台。吉康商行负责人陈明生先生请上台。文中商行周文忠董事长请上台。佑诚塑胶企业有限公司张清庸董事长请上台。曼尼亚时尚 SPA 飘眉达人学院负责人钟淑丽老师请上台。请以上念到名字的赞助厂商请上台，热烈掌声邀请我们大会主席颁发感谢状。一场活动最需要的就是我们的赞助商，我们的 sponsor 哈。通常这时候应该有很热情的掌声才对。谢谢你们的掌声，你们才有这么好看的节目，因为有了我们的赞助商，我们才有活动能够延续下去。好，接下来要请我们的大会主席来我们颁奖。
那么这个阶段邀请我们大会会长方俊会长为我们颁发。好，热情掌声。好，不止来，还有，请上台。好，想请您热情的掌声哦，感谢，谢谢，谢谢人们的赞助。感谢您，谢谢，响起热情的掌声，感恩感谢。谢谢你们。好，接下来我们拍个大合照，好，来。好，掌声。谢谢，谢谢，谢谢我们以上的赞助商，感谢。接下来邀请联业有限公司福利品权食品厂我们的董事长黄元全董事长，我们代表致辞，掌声有请，是我们的赞助商代表，热情掌声。今天特别从台中过来为我们共襄盛举，感谢我们的黄董，热情掌声。大会主席，对不起。哦，掌声来一下。有时候一点点小点，我不要你来。你艺术跟我卡胸口，你爱卡卡多钱的黑啊？好了，好，来来来，来。你如果会紧张，没关系，我们用有这种黑。好，来，掌声一下。大会主席，各位贵宾。大家午安，大家好。今天是2015慈善平原地球水公子选拔总决赛，荣誉会长致辞，谢谢各位。大会主席周金荣董事长，大会会长黄继董事长，大会荣誉主席孟庆香董理事长。各位荣誉会长、荣誉副会长，各位参赛佳丽，各位嘉宾，各位媒体朋友，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今天是2015慈善平原地球水公子选拔活动的总决赛，也是选拔活动的压轴。备受各界的重视，本届慈善平原地球水公子选拔活动，无论延续以往参与慈善公益和关怀弱势团体的赛事，或者是今年扩展关注水资源保护议题，源泉深感认同，有幸大家的邀请担任荣誉会长，参与此一重大意义的活动，实感荣幸。2015慈善平原地球水公子选拔活动宗旨，不仅仅是选美而已，也是借由此活动的参与过程中，能够彰显出各个佳丽的热情、活力、优雅、举止、才学、智慧与慈悲心怀。所谓难睡心挂睡，相信如此行力，优雅举止、才学、智慧与慈悲心怀，所谓人心
人更新。相信贴切的一切为不过啊，这也是美容慈善明年地球水工程相当的。再来，时值21世纪的今天，如我们所知，环境污染及资源消耗与日俱增。然而，地球只有一个，每个人在享用自己资源的同时，保护环境是我们应该负起的责任。而慈善明年地球水工程也将尽其所能，号召社会大众共同守护土地及资源，一同守护我们的地球家园，为我们的下一代做出努力，也期盼社会各界往后能够多多支持，共襄盛举。最后，在此敬祝大家大会圆满顺利成功，谢谢大家的光临，谢谢各位，祝大家身体健康，谢谢。掌声谢谢谢谢王董事长，接下来邀请王董事长到我们的舞台中央哈，接受我们大会主席以及大会会长呢为您的颁发感谢状面。王董是我们的最大 sponsor， 掌声鼓励一下。再次感谢联运有限公司国营平权食品厂的董事长黄元全董事长，热情掌声。好，谢谢，掌声谢谢，谢谢黄董事长，谢谢我们大会主席，谢谢我们大会会长。接下来，马上要欣赏是我们的嘉义的大会团体舞的表演。
留言。